咁嚟到 M 記，點解我要嚟 M 記呢？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有試開跟蹤開 M 記嘅新產品嘅。咁今次咧，麥浚龍就推介咗一個新嘅革命性產品，對麥當勞嚟講啊，係芝士奶蓋嘅飲品啊，喺麥吉杯。講起芝士奶蓋咧，咁大家都想諗嘅表表姐喜茶啊，咁而家我哋又即刻入去買一杯試下，睇下喜茶有咩分別。喜茶在香港的芝芝妹妹的價錢我 check 過就是47元，大家 相差呢是10元左右的價錢，但我喝下呢其實呢很大陣糖漿味很大陣糖漿味，不過不要緊，你嗒耐了的時候呢它有茶味又出來， 它的茶味都挺重，還有妹妹味是化學那些妹妹味，其實就咁佢個芝士奶蓋咧，其實我啊覺得喜茶又爭咁多，佢對比喜茶嚟講，佢嘅芝士味重咗好多。嗱，我飲完啦，我大概5分鐘到啦，我而家個口係黐粒粒，同埋好想飲水。我而家唔得，買支水先翻。